白民国使臣，萧荣觐见。祝贺大明太后寿诞，千岁千岁，千千岁！我大明藩属何时有一个白民国呀？父皇，你说什么？夫皇披发，是为白民人。是四鸟，哀家知道，虎熊，才进来哀家就看出来是他了。这位白民国使臣。 既然是给哀家祝寿的，可带了什么礼物？白民使臣萧荣又为太后训寿助兴。哦，打开。昭儿，不可胡闹。原来父皇已经认出儿臣了。父皇，儿臣为了给皇祖母祝寿，这只虎。 已经训得如同小猫一般乖巧，名字就叫咪咪，不打紧的。咪咪，蹲下。哎呀，没想到赵儿还真有点本事啊！ 啊！咪咪，左翼，给皇祖母祝寿。咪咪，左翼。咪咪，呼叫。 Yeah.